拿萝卜给它切成丝，再切点红萝卜丝，这白萝卜丝搓在一堆，里边再打鸡蛋，加点盐，加点花椒粉，加点十三香，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。这面粉，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再加一点点水。这都可以，都能上锅炉了。好，锅里抹点油，炒出这面糊，下锅炉。给它调整调整。盖上盖子，烙两分钟。掀开看看，翻翻面，盖上盖子，再烙两分钟，再给它翻翻面，这都可以啊，出锅。这萝卜饼都烙好了，吃着又虚又软又好吃。看这蔬菜饼。